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，趁火打劫，已经搞得天怒人怨，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星河会的声誉。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，我晋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 我们没去找你们，你们到自己找上门来了。好突然啊，靳会长，你昨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酒会上，我感到很好奇，所以想请你回趟军政厅，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。会长，你可不能去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到这儿来抓人，信不信我整死你啊？ 姐夫，我姐被日本人带走了。到底是个女人呐，有时候太冲动。可是，因为她的一次冲动，就有可能让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人搭上命。是啊，这样一意孤行，只会害了我们，害了帮会啊！ 蓝豹，你别在这血口喷人，现在绝不是你说的那样。小哥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会长被日本人抓走了，现在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群龙无首，就少个主事的人。要不，你来试试？